王浩宋老师，我再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位也是老师，幼师啊。你好，小伙说不接受找比自己年龄小的，为什么呀？因为年龄小的，我有点接受控制不了，找一个至少比我得大一点的，四岁吧，比我大四岁能接受，四岁以下。这点我呀，啥意思？不是点你多大？你多大？今年23。哎，你这不是点宋老师？宋老师27。这年龄小的你驾驭不了、年龄大的你能驾驭了。我感觉年龄大一点的有时候吧，对家庭对外面等等有一些同感吧，不像小孩一天就小一点的有些玩闹啊那样的，有点适应不了。你这话里话外说的就是宋老师吗？他不是。宋老师你快夸夸你自己，说说你自己的优点什么的。我呀除了脾气有点犟，然后我觉得刚刚说夸优点，你就不是，那每个人都有缺点，我得实实乎乎的，是不是？好，那其他的除了我长得黑以外，年龄比你大点儿，然后觉得都挺好。哎，我也挺黑的，我没啊，我说我感觉我也挺黑的。哎呀呀呀呀！但是我的性格比较随和一点啊，不那么犟。觉得还有个事儿，就是我的缺点就是我不会玩麻将啊。没事，我教你。妥了，请上我号宋老师。